能博士，为什么要闭上眼睛才睡得着呢？当我们醒着的时候，神经细胞永远的在工作，因为大脑不断的在受打搅。受谁的打搅呢？哎呦，太多太多了，声音的刺激、看东西的感觉等等，都不断的在打搅大脑。人的思维每时每刻都在活动，人的脑子也就不停的在工作。当你睡觉的时候，如果把眼睛闭起来，就不会看东看西刺激大脑。大部分的人睡觉的时候都把卧房的灯熄掉，或者只留一点点微弱的灯光，因为即使你闭上眼睛，如果周围的灯光太强，还是不容易很快的入睡。睡觉前如果喝了浓茶或者是咖啡，也比较不容易睡着，因为浓茶和咖啡会使大脑兴奋，